大家身體 VS 解難天才，我哋就係傳說中嘅戰主持人。首先有請我哋自稱玉樹臨風、高大威猛、英俊潇洒嘅解難天才。新代表余麗敏出場。兩位參賽者都到齊，咁我宣布今日嘅比賽正式開始。首先第一條一加一都要幾多啊 ？Two 一加一咁易，咪等於 two 二咯。咁無反則嘅答案咧？答案係等於二。恭喜無反則獲勝，爸爸。希望再明天啊！你下一次會一定會有機會噶。多謝你啊！我終於明白到輸贏並唔重要嘅，因為無法生贏咗，所以佢咧想幫俾佢。有請。仲會俾無限分幾分鐘嘅自我介紹，有請。大家好，我係六 A 班嘅余麗敏，我係一個風紀隊員，負責照顧一 C 班嘅學弟學妹。我中意畫畫，因為我認為畫畫可以表達自己嘅情感，舒緩心中嘅擔憂不滿等。我都中意做運動，因為我認為做運動可以強身健體，舒緩壓力同放鬆心情。我為人友善、隨和，從來都唔鬧或者係孤立同學，而且我中意創新，成日諗出獨具一面嘅想法。我為人率性，所以講嘢從來都唔吞吞吐吐。平日放學之後，我會參加一啲課外活動，例如英語話劇、女子足球班同田徑隊等。女子足球班同田徑隊可以令我有機會鍛鍊身體，而英語話劇則能夠提高我嘅英語水平。如果將你哋支持我，我一定會做到最好。多謝。準備計，一、二、三。六 A 最強餘麗敏，運動比賽由佢品，成績優異老婆婆，投佢一票你最金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聞主播室。而家好多人都熱烈討論緊2014年普選模範生喎。係啊，其中一個候選人非常突出，佢就係六 C 班嘅李聰明啦。因為佢人又靚，聲又甜，上堂嗰陣專心聽老師講課，努力温習，見到老師會大招呼，仲熱心助人添，所以非常熱門㗎。熱門到你。喂，梁真真都撐佢添喎，而家係佢嘅直播時間。好事，我全講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特首梁真真。而家熱烈討論緊嘅候選人李俊榮，各方面都好好，咩都好好，我都形容唔到。我都支持佢噶，你唔投一票十九好啊！哎呀，多謝多謝多謝！李俊霆，而家連 XY 都支持你家姐李俊榮喎，你會點睇啊？我都好支持噶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平時好主動咁教我做功課啦，而且仲會好耐主動咁幫助媽咪做家務嘅。但係我講唔夠嘅，不如而家請佢出嚟自我介紹啦。
學，大家好，我是六 B 班的李春偉，我榮幸能代表六 B 班參選這次的模範生選舉。我的性格活潑開朗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我都會以正的態度去面對。我還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學生，當同學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都會很樂於去幫助他們。平日我喜歡參加一些的課外活動，例如跳舞、古箏和田徑。在跳舞方面，我曾經參加過很多次的表演和比賽，當中我拿過最佳合法獎，我更和我的朋友一起拿到拉丁舞銅獎。在學業和品行方面，我都有不錯的成績，當中我曾經曾經多次獲得品行優異獎。在體育方面，我都拿過直線一百米接力冠軍、60米短跑冠軍等的獎項。我現在擔任風紀副隊長，在擔任風紀時，我學識了做事有責任心、守紀律等，真係令我獲益良多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我會不斷強猛改進自己，希望做到最好，做一個好榜樣。希望大家能投我六 B 班李春榮一票，多謝。在課外活動方面，我參加了英語話劇和女足球校隊。
理學數學活動，除了令我明白到團體合作的重要，更令我明白到對任何事都要認真感想。在六年的小學生涯入面，校長和老師通常多次給我參加不同比賽的機會。在今年，我更獲校長和老師推薦參加2013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，結果我都沒令大家失望，成功獲獎。我知道這個獎只是我的起步點，以後我更加需要努力學習，認真做事。最後，我非常感謝六師班的老師和同學給予我的支持和認同，我亦藉此機會感謝校長和所有老師讀明理的鼓勵和教導，希望大家投我六師班你心願成成的一票，多謝大家。最有服務精神，請靠